好。这相机不清晰一些。起码我相机。点播。好。好。好，可以了，关掉。美丽人生。好。上电视了，我就是麻烦放屁的时候别忘了留下电话号码。真真，其实不用写真话，那么直白，是有人找的。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去拍，把我们去拍。随便点一个下面。让我们演讲，当模特。再拉一下，再拉一下。好。好，再招一个。招那个周杰伦吗？好。再招个图片。啊。找个邓丽云，邓丽云长得漂亮吗？漂亮，怎么漂亮嘞？啊，点个美女。那个。点舒淇。第四个。舒淇。这谁呀、啊？哇。美女。我是流鼻血的那种吗？你看马桶里这么脏。啊，那嘴巴都张开。再拉拉上下，拉拉上下。可是前他们怎么打不开的？嗯。你长得不漂亮。好，哎。好。
好，下一张。没有啊。有。这个是那个阳光如吗？你是念你来的花瓶。这个是真的花瓶。为什么？啊，我怎么会演戏？中厨很有味道，我觉得。拿开。中厨红。好，点出来。这下面那边。第二列那里。数上去第四行，第二列。要快点了，动作快一点。这里都是，就是中厨红。好，点第二个。哇，这个流鼻血。对呀。中厨红。哇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怎么暂停了？这，再按一下，我的。